小粘土偷师博士的时光机穿越到了6500万年前，不过这里怎么一个生物都没有呢？哎呀妈呀，这哪来的大蚂蚁呀？难道白垩纪的蚂蚁都这么大了吗？明明是你太小了。为了尽快能在这里站稳脚跟，我必须抓紧吃东西成长起来。哎，既然有这么多的蛀虫，那真是一顿大餐呢。我吃，我再吃，吃完蛀虫吃白蚁，相信用不了多久，我就能在这片昆虫世界称霸了呀。自己这么小还想当霸主，你以为白垩纪就只有昆虫吗？哎呀呀呀，这是恐龙啊，这里竟然有这么多的恐龙，恐龙可是这个时代的霸主，看来我得小心点。别追我，疼，别咬了。可恶，你太过分了。等我成长起来，看看那时候谁追着谁走。又见面了，小恐龙啊，你刚才咬我屁股的时候不是挺嚣张的吗？现在怎么老实了呢？我吃。在这个弱肉强食的时代，只要我越变越大，成为这里的霸主，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？我吃。这是岩浆，据说还没有人知道岩浆是什么味儿的。今天我就来尝一尝，好甜呐！看我今天吃光他们。哟，有座火山，如果能吃掉它，我岂不是比山还高？哦。好了，我现在的体型应该可以吃掉它了吧？来，进来我的肚子里吧。哎，这不是灭绝恐龙的陨石吗？不好，它要砸我。它挺好吃的。等一下，我把陨石吃了，那恐龙不会不灭绝了吧？不好，时光机有反应了，这回我要穿越到哪里去呢？